你有没有想过再当一次小学生是什么感觉？我真的很怕班上同学不喜欢我，或是不会理我。我心里面有一点点紧张，就真的很像回到以前小学的感觉。哇，这里很漂亮哎，这是你们的教室吗？欢迎来到五年九班。老师，我不是老师啦。不是你解释，我不是老师，他是同学。我们两天都迟到啊，对啊，所以要带礼物过来。慢走，慢慢。好久没上学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云华，兴趣是吃东西、看电视。有人跟我一样吗？没有。我们今天排了户外活动，那户外活动呢，其实是蒙特梭利里面很有特征的活动。跟以往传统式教育有点不一样的学校，我们以前比较没有。你抓不到我，我抓不到你吗？我发现对你不能太温柔，好辛苦。让你帮忙教一下。我过不去。那我们关灯就寝哦。好了，晚安。哇哦，你的内裤好看吗？干嘛害羞？全台湾的人都知道你穿这么可爱的内裤了。啊！蜡笔小新都输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像这种螺，我们会捡一颗放身上。那放身上有什么用？护身，因为有那个吸血。吸血。吸汗。小孩的童言童语是真的很可爱。你们班上有喜欢的人吗？有，我们已经有女朋友了。真的？二年级就有女朋友？那你有喜欢她吗？没有啊。你没有喜欢她，那就不算女朋友啊。还好哎。我爱你少女为主题，我要跟你结婚。你们真的告白了？你们不要笑。我觉得这一次好像我有主动的去交朋友。啊，怎么了？想要吃柚子？我都会剥柚子。真的吗？我跟老师比赛，看谁柚子比较快。好，新同学，新同学。好。承让，承让。我们是 SHE 呀。甜甜的那个歌是什么？甜甜蜜蜜。甜蜜蜜是邓丽君的歌。龙头的文章内底足生气，好好心来表演者足生气。我怎么足生气啊？